欸，等一下哦！志远有人呢、欸。对对对，我都忘记我在干嘛了。时装呢？好，快 ending 了，时装应该是最后一件了。真讲啊，月店嘛，那一只很像是那之前什么嫦娥节那时候出来的吧？中秋吗？这只应该有跟你们提过了，脆弱经常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全新的动态造型，领雀摘仙。这个超级难哦，应该很难取得，但是这直接增加600点亲密度哎，哇，好恐怖！你在聊什么？来关刀，关刀。真的，哎呦，技巧小。啊，一起连根摇，所以差不多高阶啊。对对，我们被随身接到吗？这个我也是秉持着慢慢来啊，因为其实不急啊。老实说，因为你这个打够，你还是会卡，因为它有一定的战力吧。对啊。